我今天要说一个，在我在澳洲有一个房子，然后找了一个澳洲的中介，一个中介公司，他应该是叫小刘，我只知道他叫小刘。然后他呢是把我的这个澳洲有一个房子呢帮我卖掉了。然后我说一下我这个对他的这个感受。从我们接触呢，我就感觉他特别专业，包括做前期的那个资料准备，每次的信息的反馈都非常及时，而且和在国内的销售相比，专业性就特别特别强，而且非常的认真热情，做事呢有板有眼，这块对我的感触就特别特别大，所以在这块呢就特意录一个视频呢，就表对小刘呢表示感谢，也同时呢让他有时间呢来到中国的话，我会请他吃饭的，所以再次呢感谢小刘对我的这个房子销售的帮助，特别感谢，谢谢小刘。